要说 NBA 近十年流量和门面球星，那肯定是詹姆斯、杜兰特、库里三人。近十年 NBA 关注度真是被他们撑起了。不过这三人都已经老了，就算你是他们的忠实粉丝，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。最快三年，这三人都会退役，那么联盟会出现新的霸主， NBA 将会是这五人的天下。文班亚马天赋肉眼可见，一个2.24米的大个子能玩胯下扣篮，这在历史上独一份。他只要不受大伤，那场均20分相当轻松。本来他也不是低位进攻类型，就在小球时代把投篮练出来就行，然后发挥顶级协防能力，保底是全明星。文班亚马在波波老爷子调教下肯定成长很快，三年后也许就是进攻端大杀器，那流量和关注度肯定很高。塔图姆每年都在被喷，但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他还年轻，已经打过总决赛，在同龄人里很了不起。塔图姆还有进步空间，凯尔特人核心还得是他，他的上限确实比布朗高，他只需要把攻坚能力提高，他就是稳妥妥巨星了。本来联盟一直在捧他，再给他几年时间，绝对能完成蜕变。字母哥三年后31岁，就算没任何进步，他依旧是无敌。就算投篮没有开发出来无所谓，31岁依旧可以各种野蛮冲撞，反正也防不住。他的身体天赋让他28+10很轻松，他依旧是那个攻防一体的蜘蛛人，其战力肯定还是联盟第一档。东契奇打法就是大包大揽，你让他现在改不现实，他就需要一个强力队友，能够进攻还能防守，独行侠直接起飞。东契奇已经展现了自己实力，年纪轻轻就是一阵常客了，上限高，数据漂亮，在联盟粉丝基数大，三年后才27岁就保持现在的水准，那肯定是联盟前5实力。约基奇三年后31岁，对于他这样技术流中锋来说，那才是正儿八经的巅峰期，那个时候他的比赛经验更足，技术和身体结合更完美，在场上更防不住，现在都接近无敌状态，未来对于比赛驾驭能力会更强，他完全有望成为外籍最强中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